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啊。我们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我们很难得到高龄103岁的这个张祖仪先生的家呢来采访啊，所以张先生的故事呢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呢请张先生谈他的小说创作《崂山悲歌》，以及张祖仪先生所经历的民国时代啊到现在的这些历史人物啊。我们回到这个小说上面啊。因为呢，您小说之中的这些的背景啊，谈到当时的918事变啊等等啊这些，那所以里面呢就有很多的抗战歌曲啊，像这个《松花江上》啊，然后《中国不会亡》啊，《918》啊。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啊，但是我的父亲呢是民国5年出生的，所以比这个张伯伯的年纪大一点啊。我父亲就是父亲那个年代啊，这些抗战歌曲我都会唱哎，好，所以您书里面写的这些歌呢，我都会唱啊。你看像这个《松花江上》嘛哈，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918》这首您还记得吗？当然。怎么唱啊？怎么唱？现在不能完全唱啊，全部了。是这个九一八。九一八。九一八。也是个从那个悲惨的日子开始，从那个悲惨的日子，就是这首对不对？就是这首哦。然后像这个中国不会亡，其实就是我们后来就是叫中国一定强了，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啊。这个，可这些歌呢，我爸爸会唱，然后我是听我爸爸唱，所以我也都会唱哈。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唱了啊。所以您是不是当时在创作这些小说的时候，有想要借这本小说来让大家知道当时的抗战的过程？你说的对，我们这个年龄在那个时代，经过918跟七七抗战时开始。我们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心头刻骨铭心的最痛恨的愤慨的一件事情，就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日本在军国主义这个政府这个政策之下，他侵略不仅是像中国了，希望整个亚洲，所谓他们的主张是东亚共荣圈，都要归他，这个属于他的这个范围，那打中国呢，出兵打中国呢，和他的最最恶劣的一件事情，918，当晚，他进攻我们的驻中的这个北大营。当然那时候也张学良也不在沈阳，他在北京，也没有奉命要去抵抗。可是当时的中国国中的中国，因为愤恨这个日本军阀的侵略行动，也是自卫的抵抗还是有的。以后呢，占领了沈阳。不出3个月，占领了整个的东北省、东三省，还在成立满洲国。中国人忍受这种的愤恨啊，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说一夜是两夜是累积起来。中国人痛恨的日本，就同仇敌忾的心里面，我想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永远不会忘记的，像我都活到现在，这918、七七抗战这种事情，在我脑海里面是永远磨灭不掉的。所以呢，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这两个很年轻人，男女主角，也正是在这个日本学习。处心积虑要向清中国的这个前面的若干年，还有他们那个时候出生，
出生以后，他们的父亲也是职务上的关系，也跟日本打交道，也受尽欺负屈辱。那后来他的父亲也曾经给那个小女儿讲过他过去的故事。我用因为写这个家庭，写这个最小受宠爱的女儿，要写她的故事，在那个时代离开不了对日本的事情，所以这里边书里边的故事里边，不免要来来回回的会提到这个日本人军阀的事情。后来他们就毕了大学生了，到美国去留学，就9.18事件爆发，他们自然的，这个本于爱国的热情，会参加这些的运动，那故事就开始发生了，这个连续的发生以后的许多的演变，我并不是。开始写的时候刻意要拿抗战这些事情来做主要背景，不得不然你写到这样这个时代里面，你怎么能会怎么会忘记写9.18，忘记写77抗战，这个每个人脑海里面是愤慨的，是痛恨的，就是日本鬼子。所以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他们两个人在美国会参加反日抗日运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一点没讲。那故事的发展呢，也从这个上面就演变出来，演变下来。至于他被日本人这个一个街头流浪人，一个你艺人也是会弹琴，当然前面还提到一点，无意之中，这个日本这个街头卖艺的人，忽然他的灵感之中，正好碰上了这个那个女主角，她在作曲的时候遭遇到瓶颈，遭遇到困难，凑巧把她接上了，因此。他也不知道他日本人，他因为他常常戴个帽子，上面写了个 power。后来一听了以后，就把他是我说引狼入室，引狼入室，才发生这么样一个悲惨的这个悲剧。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跟大家透露了哈，请大家呢去买这个《崂山悲歌》哈，然后知道就是，女主角呢在。纽约啊，他念非常好的啊，茱莉亚音乐学院。他为什么会碰上了一个他不知道是日本人的一个东方人啊？然后带给他什么样一个悲剧性的过往啊？我在看您在小说里面呢提到抗战的那段过程的时候啊，我自己也蛮有感触的啊。就说我父亲和张伯伯您的那个时代。会唱的这些抗战歌曲，然后经历过，就抗战是你们的生活，你们当时呢都投入了这个抗战啊。然后我是我父亲在台湾生的孩子啊，我也会唱啊。可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其实对于抗战那一段呢已经没什么太多记忆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您在您的《逍遥游》啊那本散文集的时候啊，有提到一段故事，我觉得也还蛮，就是世代啊，世代不同的落差，我觉得也蛮有感触的。您提到那时候在美国，刚好我们的中华队啊，棒球啊去比赛，然后您就跟着孙女啊，他们一起去看这个球啊，看球赛。我们当然是跟是帮中华队加油嘛啊，可是您的孙女他们就是美国人啦啊，所以他们就帮这个美国队加油啊，然后唱啊，他们唱这个美利坚的那个歌啊或什么。您那时候在书里面啊也是有说啊，这个也是就对您来讲也是有一些的感触哈，感触很多。所以说这本《崂山悲歌》啊。写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对于您来说，心里面的那种的复杂也很强烈吧？还是一样，还是一样。至于你提到，看儿童哨棒比赛，我当然支持中华哨棒。我的孙子孙女儿他们还美国加油、我心里当然有很多感触、这没有办法，这是溢出婚姻啊，他们当然支持，是他们认为心目中他们的祖国，这个无可厚非。那您看到台湾的那个，我也不能去责备他们，是、到了台湾，现在但是我就在政治用之下刻意地把中国的历史扭曲改写、把那个内德日本侵华的史实要冲淡它，那这是另外一个政治的目的，我也没办法没办法去批评它了。至于书里边，那当然我要尽我的本性，尽我的原来的一种，我也是爱国的人啊，对他们青年人在国外参加了这爱国的抗日爱国运动，我是外方的同情，所以呢，我尽量把他们写得这么好，怎么样参加这个运动？出钱出力，因为女孩子家里有钱，所以她还在这个联盟学生联盟里边，今天没有钱了，她就可以她自己拿着。这是每个中国青年男女，就内心的赤诚啊、对国家的。对国家的钟爱，这个我想完全符合那个时代里面的真实，是一点没有虚拟来，这个是来伪造或者是改变些什么，这是我就那个时代的。事实就是这个样，是，这其实也是小说动人的地方啊、哦。而且我们刚才从这个张伯伯的谈话哈，他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去看待这些的历史，其实您也就不多做评论了哈。而对于所有的这个朋友来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崂山悲歌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在任何地方，对于国家面临到这么重大的灾难的时候，每个人的心的当时的一个情怀啊，我们可以透过崂山悲歌去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中国青年啊。张伯伯，您在上一集节目的时候啊，谈到您跟张学良啊，少帅还有这个赵四女士的这个相处啊，张妈妈也是在蒋经国先生的这个指示之下，你们这一对夫妇呢去陪同他们啊，好像还有很多的张学良少帅跟赵四小姐的这个故事，还有很多没告诉我们，是不是？我奉命去跟这个张学良先生去跟他去访问他谈话，给他陪他消息什么事，我成了他的王爷之交啊。但是我发现你跟他聊天，即使要想接触到西安事变，他总避而不谈。哦，真的啊。他只有一句话，他会不会讲你事件的经过怎么样？我是千古罪人啊，真的、啊，他就说一句话，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我想，因为其他太军事问题，我外行，不是。我想谈谈西安事变，也许大家非常关心的事，他就说我是千古罪人，就这么一句话交代。
也不能再继续探讨这个西安事变的经过是什么。那后来有许多这个报道说他自己写了什么文章啊，自己什么，比如说他回顾什么，这我都不晓得啊。那平常呢跟他聊天呢，他其实我讲的他是很豪爽的一个人，他自己不管是缺点优点他都会讲，也喜欢交女朋友这他也会讲啊。那他是他要我们，他说你会打麻将，我说打麻将当然会，我那人也会，但我们呢四个人打麻将好，结果拿出来的麻将牌很期待，他这个麻将牌也这么大，一张牌也这么大。这么大，像个小豆腐干那么大。小豆子牌是转不过来了，所以他只有十张牌，他打牌不打十三张，也不是十六张，更不打十张啊。哦，那还蛮有趣的哦。所以我们常常陪他打十张牌。哎，牌很大，因为字很大，因为他眼睛。视力很不好了。是到了台湾，大家在台湾有人帮他专门做的是吧？大概是他专门做，当然一般市场上没有卖这种麻将，还这么给他，所以打起麻将来蛮费力的，因为牌很大很重嘛。这个张学良先生啊，他打麻将还蛮有个性，他前面这牌我们通常是。牌子把它推往前面推一推，他的牌不许人家碰他的，一碰，他这个好像妨碍他的牌用，很有意思。哦，很有趣。太有趣。哦，这个听张妈妈说，这个赵四小姐做菜给你们吃啊？对，我们去，他们都是热诚的招待，我们平常。就是北方人平常也吃不到的，就是北方这个贵族家庭里边才有这种点心啊，什么这个小吃啊，他亲自做，他那么能干啊！我们去桌子上可以摆了一桌子，都是不是大碟子，小碟子，小碟子里面做的这个北方点心，然后就所以他们也表示。很热望有朋友来陪他们一起过日，所以我们也常常去。是，直到他去到美国，去到夏威夷，去到夏威夷以后，我也已经在那个时候住在美国，所以接触的减少了。所以他过世，我本来应该要从美国到去这个。到夏威夷去吊丧，结果也什么事情没人去成，所以这也是很遗憾。交往时间不长，几年，大概不到十年吧，但是很密切，而且的非常亲和，特别是赵四小姐。这个他信主信得非常诚，跟我那人一谈了，谈得很投合，很投合哈。张祖仪先生，我看台湾现可能很少哦，但绝无仅有了。他是在严家淦先生呢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呢，就是严家淦先生的文胆啊。然后呢，后来。其实是严家淦介绍您给蒋经国院长的吧？是不是这样？不是吗？这是话，是来又是话长啊！我跟蒋经国先生在民国六十一年以前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是等于是不认识，不是不认识，因为他是这个国防部长、副院长什么。我还是行政院一级单位主管，他已经是副院长，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接触过，所以叫素昧生平，可以这样形容，一点渊源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一个陌生的人去
到他在他身边，得到他什么信任，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是有个缘，大概是我跟他有缘分。张波太客气了哈。这个蒋经国呢，担任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就是要张祖仪呢帮他写这个施政报告。后来张先觉得说，哎，我也从来都没见过这个，没有跟这个蒋经国打过交道啊。然后呢，他就真的帮他写了这个施政报告，看了他很多过去的演讲稿等等啊。就写完之后呢，一个字都没有改啊，蒋经国就用了啊。有这么回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为我们称为缘，而且是个奇缘。我跟他过去是等于是素昧平生啊。他要就任行政院长，行政院长第一件大事要到立法院去报告施政方针，不是施政报告，他还没有执政嘛。在施政方针，他以后要怎么个做法的施政方针，他忽然透过蒋介石传话给我，要我替代你这个讲稿。那我很奇怪，我要辞职，你也讲跟也讲的不能批，他说蒋先生也留你，那我公务员之后服从命令啊，之后留下。突然接到这么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很奇怪的任务。我跟他这一句话也没谈过，我怎么能替他写施政的方针，他将来要怎么做，这是个难题。可是我说，那请院长写提示一点纲要给我。结果蒋介石想传话传给他，他再回话过来，由我写，蒋院长没有提示什么，好可怕啊！这种好可怕，不提示好可怕。好可怕，所以我们啊，这个16年的这个跟追随他，这是可以说是。不知道为所谓回来的，怎么会来的也不知道，但是我给他勉强尽我的心，这个心思啊，想了以后，我尽量要接近他的这个作风，尽量他的格调，写了个施政方针，大概6000字吧，有。因为他第一次正式露脸到立法院去讲话的，他看了以后，全，我说等他有指示修改，我最好是啊，这个不能用，那就是以后就，结果我说全稿照用，一字不改，那我也很急，这个到一直到现在我很纳闷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么得胃口的？你没有问他啊？你后来没问他？他讲，他第一次见面就谢谢你，你给我写的施政方针的讲稿，我完全同意。他跟我讲的，我怎么说？你怎么会完全同意？我就当然不能这样问。就是这样子开始，那以后他做行政院长就任以后。有个就这典礼了，交接典礼，蒋介石先生，替他接事，就以后，他就找我到了办公室，这个礼貌是周到，我想象不可能的事情，前功下是，这个请我进去，他说我今天。第一件事情也告诉你啊，行政院内部的组织要改变一下。原来我是行政院编译室主任，那个其他的各单位一级单位主管辞职，那我没辞的获准，没有获准。他说我现在改组，把我原来的编译室、原来的机要室、原来的第八组管文书方面的事情，这三个单位合并成为我的秘书室。
请你就担任秘书的主任，我也吓一跳。哦，好大耶！结果还没打过什么交道，他怎么就信任我，也让我去做秘书的主任？做秘书的主任啊，这一年里边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就叫我，他请我做行政院副秘书长。他在院会上啊，像出席院会的时候，有各有，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行政院有一位年轻的副秘书长来担任这个职务。我那个时候55岁了，我要也接近老年了，快接近老年，叫我在他眼里边，我还是小朋友的，就是这样子。这样有将来我会，假设我还有精神，还有时间。我写这些都是对呀、啊，这我们好期待啊！这个张波波现在自己透露出来的啊，这个完成了金氏世界纪录最年长男作家的《崂山悲歌》之后呢，张波波又继续写书了哈、啊。要写的呢就是他在蒋经国总统身边的啊，听到的、看到的这些蒋经国的小故事、啊，我们真的非常的期待。这个张波波啊，嘿。是，请说。您要说什么？我说，我本来过去写这几本书，都不碰政治。就是啊。我官员文章写多了，所以我写小说、写散文，就是不谈政治啊。那最后，我认为我今生大概可能最后要写的一本书，因为我也跟许多好友们商量，我该不该写这样一本书？该呀。他们。也是认为我应该鼓励我写，而且认为这是你的责任。嗯，这历史中间人家是一般人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要写这本书了，就是经过总统与我个人两人之间的互动谈话啊，这个是一起出去访问民间什么等等各种活动。就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互动，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话，不涉及到全面的什么他的政策如何啊，或者是内外这个国际的形势如何，我都不谈了，就是谈我们两人之间的互动。这其中有很多事情是的确外人都不知道。好期待哦，会有那个他对什么林洋港啦。李登辉啦，什么这些人的评价吗？现在他的日记不是公布出来了吗？啊、其中对若干人是有点批评了、那比他老总统的日记上要温和的多，温和非常多。非常温和，就是表示对某个人不满而已。没有骂人。老总统的日记里面就是要骂人的。私底下或者是什么，蒋经国也不骂人的吗？我从来没有看他发脾气。真的吗？从来没看他发脾气，这个是他的这个涵养。他是对您吧？他是对您很有涵养吧？我不知道。他对其他人都不骂的吗？我也没有听过他。真的、啊？对，没有看他发脾气了，就是。哦。这是。他没有骂王生吗？这个我不是当事人，他对谁骂，或者是对这个高奎元，或者是对这个郝柏村啊，他骂王生不骂生，有没有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我亲耳所闻，不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就是我不敢乱写。我写出来的句句都是事实，句句都是真话。还有一位总统就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马英九，不过很特别哈，就马英九呢，那个时候呢回到台湾来，去接这个经国先生的英文秘书嘛啊，然后呢。张祖仪副秘书长呢？那时候呢，就是帮这个马英九呢处理很多事情的哈、哦，他的他的学位体制上，我是他的长官，对，帮他处理很多事情。而且马英九呢，也确实是
这个是博学多闻，他就是才艺啊，才气很高的一个人。对，所以说这个张祖义先生呢，是你看帮前总统啊，严家淦总统，蒋经国总统，为未来的马英九总统，以及还有一位啊，就是李登辉总统，也在经国先生过世之后，李登辉继位之后呢，当时张祖义先生呢还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啊。李登辉总统啊，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在担任了总统12年之后啊，然后一直到他卸任前的时候，他都还是国统会主委哎啊，卸任之后突然就变成台独精神领袖了啊？您在他接任总统之后，就有感觉到他的这种所谓的台独倾向吗？你刚才提到四位先生，严家淦先生、蒋经国先生、马英九先生、李登辉先生四个人，他们都是四位总统，没错。但是我跟他们相处的人，不都是一样的。严家淦先生先是行政院长，后来是总统；蒋经国先生也是一样。这两位是我是帮他们做事，在他们身边，也没错。至于李登辉、马英九，那他我们跟他接触相熟的时候，他们还不是总统，所以他们是总统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啊。蒋经国刚李登辉刚继任的时候，您还在总统府啊？那么我又补充了，中间有几个月，有9个月不到的时间。经国先生过世以后。他是1977年1月13号，这个突然这个是大吐血，后来下午就也不治，这个是过世。这一段，是我从他行政院长开始，一直到他1月13号逝世，这个16年里边没有离开过他。啊，始终在为他服务啊，这不是为他服务，也是国家公务员，国家做事嘛，但是李登辉继任，经国人过世以后，依照宪法规定，他当了继任总统。这一段里边呢，现在他也过世了，他要不是过世，我甚至也可以当面来问他。我实在也不懂。他在当副总统时，当省主席的时候，他得跟经国先生往来很多，而且有大半我也都在旁。他是毕恭毕敬，这个人家形容他。新闻记者的形容他坐椅子坐三分之一什么的，他是这样，这是对经国先生的表示这个尊敬啊啊，表示这个服从啊，表示听话。但经国先生没办法怀疑他。后来特别是有一次，这个事情是我未来要写诗的时候，我觉得有内疚。有自责，我多少帮了一点李登辉的忙啊。那这个将来，我现在暂时不讲起来，将来等您的新书。我如果我能写完的话啊，写会写。一定可以。那他既然提名他当副总统了，后来他继任总统了，那当然他是总统。是我们新的领袖嘛，他是新的元首，我跟他相处还有九个月的时间，他第一件事情就要想请沈昌焕秘书长走路，那个时候秘书长是沈昌焕，副秘书长是我，经过先生请沈秘书长来当秘书长的，还特别跟我讲。我知道你们两人交情蛮好的，是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啊！我说总统放心，我。但是，这李登辉眼里边看沈昌焕是
好像言中有刺，啊，因为提年龄比他大很多，我就比林振辉大五岁，沈昌焕比他大超过十岁大概，像资历来讲，他是党里边的大佬，国民党的大佬，林振辉很值钱。他身边有一个人，年龄比他长、资历比他深的人，他是觉得都是不舒服，浑身不舒服。他就想请他走。所以啊，林徽因十三号过世，马上成立直上大约会议。我奉命作为直上办事处的召集人，所以大小事务其实我都是在我在统筹。那第一次开会是1月17号，隔了四天，大院确定，直上办事处组织确定，那第一次开会，下午3点钟在三军中国俱乐部会议室开完会。大概5点钟，所有的议事的议程都通过了。哎，我还在收拾这个文件，以为要开始要行动，要办这个直上大事了。忽然5点几过了几分钟，来个电话，有他武官来通知我，他说总统要请你讲话。我那些他请你。到我住的地方来，他的官邸了，就是爱国东路，他请你过来一下好不好？我以为他治丧的事情还有什么忘记遗了重要的事情，叫我当面去解决。我赶快就到爱国东路到他官邸去，一进门，他叫什么苏志成人之类的离开，他把房门关起来，在会客室。他这一说啊，我要跟你拜托一件事啊，跟你商量，什么样你吩咐啊？我想请你当秘书长，沈昌焕沈秘书长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他应该要休息，请你来接这个事。我一听，哎，这是你的古怪、啊。现在国丧期间，大家人生都还惶惶不定。人心都不安定，你智商还没有开始的事，你怎么忽然要换这个什么高级官员呢？党政军党那个是李焕当秘书长，正余国华这里，余华院长，那么沈昌焕是总统秘书长，当时最高机关的首长。我是想，你怎么会这么着急啊？要换更动高这么高级的人士呢？我就说，现在国丧期间，人心安定第一，是不是现在恐怕还不宜谈这个问题？你稍缓一下。他一听我这么讲。他没办法反驳我，你说的也是，好，暂时不谈。那我想这件事情过去了。等到1月30号，经过现在林清这个送到头疗，一个头疗，上市办完了，他第二天又往上走，周一雄啊。前几天我跟你提的事情，你今天可以好像同意了吧？我更觉得奇怪，怎么那么急迫啊？我第七日想召唤向他走路，那拿我来这踏脚板，把沈昌焕工作踢走。然后我这凭我们中国读书人的一种谦虚性格，哎，我才数学题恐怕不能胜任啊什么的。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是，这个交往失意，我们两个人这么无话不谈的人，你怎么跟我去客气呢？不要客气了，你就请。我一听不对，
这么急迫切的，这么急迫的要想把沈从文工作，我认为我还要考虑，所以我说我恐怕不能胜任啊。我们之间还要讲这么客气话，可是总统副秘书长只要替我跑跑腿，帮我陪我打打球就可以了。我听得吓死了。哦，把国家这么个大的名气，总统副秘书长你这么看待，是给你跑跑腿的，打打球。那我一听，我更不敢接受了。我说你现在是。新就任，你一定有很多新友。说我已经70岁了，恐怕配合不上你，啊，你有新的这个构想，新的发展什么的，再次，我想，而且1月27号中央常会送出一个临门一脚的时候，大家共同有默契，党政军高层首长暂时不动，到7月7号第13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那个时候再做整体安排。我说这个你能不能再等到那个时候？他听我又拒绝，而且他也没办法反驳我。哦，那么到7月份再说吧。嗯，这两次是他不高兴，所以这从此以后我就跟他保持距离，我不跟他都谈什么。你看这个张祖仪先生的故事呢，实在是讲不完哈、啊。但是我们真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张波波，让我们呢，本来是一集的节目做了两集啊，还透露这么多秘辛，而且呢，我们非常的期待啊，在这个崂山悲歌之后啊，蒋经国和我的故事，就是张祖仪先生的故事呢，能够很快的让我们看到。再次跟大家推荐这个联合文学所出版的这部《崂山悲歌》，因为这部小说它非常的真朴而动人啊。从这个小说里面呢，103岁的作家告诉了我们一个大时代的动人的故事。谢谢。让我补充一句，是，请说。让我补充一句好不好？《崂山悲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文学创作，这是我老年人讲老故事而已。请多多指教，多多指教。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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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